地心观理经云，经上说，这就礼拜我们这个经啊，当来经灭，这是经文呢、啊、以后这个佛经就是要灭的，这个经叫做佛，这个佛灭尽经，这个所以有人说那佛教也是要消亡的，我说我们佛教从来没有说要来这世界上不走，我们自己早就说过这个要灭尽的啊，这第一步灭的是个念经啊，他说我现在是主要是着重这两头啊，啊，一个是要灭的，一个是最后存在的，这是两头。第一步要灭的是楞严经，现在已经看出来了。这个最有名的学者，他们都在做文章，说楞严是假的，啊，这种学说现在还没有破禁呢、啊。但是有两派啊，你看现在这个虽然都这么说，啊，这个圆印法师还是在做注解啊，啊，这是一派啊，啊。而像吕真，他就是楞严百味好，他一百方面说都是假的。啊，这也是很有名的学者，行而不解，增长邪见呐、啊。啊，他们是后来这一批人，就是这个、湖北他们这一些人的，还有王文阳啊，又要说华严也是假的，等等，最后他跟他的这个抵住了。那小史中顿圆法相为是。小圣小始中顿圆，这五十是小圣，始是开始说大圣，中教这是这个大圣法这个终了，而顿特别了，就刹那成就了，圆就是圆满呐、啊，圆教、啊。他拿这个始教的观点来反对圆顿教，所以他们错误就错误在这儿了，这个根器不同，说法就是不一样。小圣不谈成佛，就是最多的证阿罗汉。到了实教，你可以成佛，禅体不能成佛。啊，听过这话，禅体不能成佛啊。那中教就不这么说了，中教就是说是都有佛性，禅体也就如来智慧德相，所以禅体也能成佛，这不就矛盾了？但是成佛需要三大阿僧祇劫。那顿教就不一样了，顿教说是刹那间可以成佛。迷就是众生，悟就是佛，一悟就是我。什么叫三大阿僧祇啊？圆呢，正是圆融，圆含一切、啊，那就是。他们现在，因为对象不同，说的法就不一样。这数学老师，你现在就是这个讲这个欧姆定律，你给这个初中讲，就是代数式子。啊，电压电阻之比等于电流，代数式子，这是常数。你要到了高深之后，实际上它就不是叫微分的式子，微分的电压除微分的电阻的等于电流啊，都是变化的，瞬间之时是在变。但你把这个，你要给那个刚开始的学的没法懂啊，所以这种矛盾是必然的，这是教师的巧妙啊。所以你不可以根据我这个初中学的这个代入式，你大学练你那个不对，你得跟我不一样。所以现在这些人犯了这个毛病，所以种种的病，那个卢生燕的病，这财色的心没断啊，拿这个心出发在这破坏佛教。像吕真他们都写这个九学成了些偏见啊，这样的一些毛病，会各个的毛病都成为障碍。这个所以经是将来是楞严是要灭，所以首先有人反对啊，将来是慢慢的，这个越说越多了，他们的这个占上风了，那大家都说既然是假的，谁还念呢？所以必然就会灭，所以这个不能抬杠，所以就不要担心，那就自然佛说在前头了。现在这个趋势也在那儿了，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，还有一部经，最后还留下来的，就是我们的无量寿经了。啊，我曾经怀疑过，我说无量寿经很深呐、啊，这样的经啊，到了末法的时候啊，这个众生只有十岁的平均寿命了，
我们是简洁啊，寿命是在加减，现在我们的寿命在增长，这个是个特殊的现象。我也没有，我是自己这么猜呀、啊，而且可能是一个中心的瑞想啊，人的平均寿命啊增长了、啊，按简洁说是没过百年人寿减一岁啊，而最近呢，看来这个人的平均寿命在增长啊，也正好跟西藏的传说、密宗的传说，佛法要中心于世界，这两个有不谋而合的地方，现在姑且我们先这么看啊。啊，这是一种中心的瑞相，啊，所以大家能够长寿，这是很重要的。在我年轻的时候，要说是快80岁的人还能这么讲，啊，就没有了。60岁多人搀着两个人架着，老大爷了。那他们在，那他还是当小伙子啊，都过去哪个都是当做老大爷了，啊，寿命长了，这是一个好现象。这个是中心，不是老长的。这个到经灭的时候，人只有10岁啊。那个劫，这个我们将来来的劫是刀兵劫啊，就人和人之间不能见面，都是互相要杀，就互相怀疑。我不杀掉你，你就会杀掉我，所以见我先动手，先下手为强。就是每个人都是想先下手为强，所以就杀光，人类自相残杀，杀光。啊，所以是刀兵劫，到了那个时候了，最后就是这么就人类消灭了，只有极少数的人可以过去，啊，等着换了下面的一个劫了。那么这个时候还能念无量寿经啊，啊，这《法灭见经》里说的很好，在这个时候，佛说人类这个时候法运到这个时候，就像这个灯，灯要灭的时候，油灯要灭的时候，蜡烛要灭的时候，忽然间特别亮。所以人死的时候，夕阳无限好，那也是回光返照，特别好看。人快要死的时候，忽然间神志清楚，啊，会说很多很多话，然后就咽气了，也是回光返照。这个是整个的法运的回光返照。所以最后这100年，人类的聪明智慧能接受无量寿经，就是他这个蜡烛快要灭了，反而比平常更亮。啊，因此他们接受了，啊，那么能接受吗？还有很多人在得度，这个在过去，会念阿弥陀佛就是阿扎里，应该阿扎里，因为别人念不会念四个字了，啊，在过去就没人能念，空中现几个字，啊，你还能念还能得度的，最后都没有了，那就法灭了，就法灭尽。当来经灭，佛以慈悯呐、啊，佛以慈悲心怜悯大家呀、啊。独留此经，止住百度，什么经都完了。独留这个大圣无量寿经，在人间存在100年呐、啊。啊，时间也是不很长啊，只有最后这100年呐、啊。欲思经者，随意所需，随意所愿，皆可得度啊。对，遇见这个经的话，随你的意思，你所愿的事情都可以埋怨的。啊，是故我今呐、啊，啊，至心顶礼，就是说我们这个修的人呢、啊，修三十二拜的人呢、啊，因为这个经最后由它存在，所以我现在以至诚的心来顶礼这个经啊，啊。反正到最后什么经都没有了，就只靠这部经了。以至诚的心来顶礼，顶礼这个经啊。这个经是广大、圆满、简易、直接、方便、究竟，是第一难逢、第一稀有难逢的法宝啊。所以正因为如此啊，所以我要来顶礼这个经啊，最后还来度众生啊，啊，广大这个经的内容啊，啊，是普度一切啊，啊，这个内容啊是广大这个上至极深的华严的直卷啊，以及人天圣娑婆世界众生如何种种的造诺啊。
啊，所以从任天圣一直到原教的华严，无所不包，广大所救度的众生，啊，是许多大菩萨不听闻此法都退了，啊，这十分广大圆满，这个经它就不再需要，所以这一部经就够了。有的经，你这个给你很大的启发，但是，你这个在这个整个在修持上，你不见得用得上啊。啊，这个《金刚经》和《阿弥陀经》都是家喻户晓，但是很多人啊，就是都知道了《金刚经》，你能够理解。啊，也可以随文做官呢，也可以这个在这个在这个这个这个啊，这个随着这个文字般若来练习着观照般若，啊，有的像是这个应无所住而生其心，这个众生就是办不到的了啊。我们所能做的只是像如梦幻泡影啊，这个你把它看淡一点啊，这个众生可以做得到。这个无住生心。那到地前菩萨就做得到，登地的菩萨，那地登地以前这个三贤位，只能在无助的时候，啊，那就是无助，不能生心呐、啊。在生心的时候，这只能生心，就不能无助。无助还生心，生心还无助，登地的菩萨做得到。所以这个你知道了这个经，知道这个书上，但是对于众生来说，啊，他这个里头得到法义，啊，就不是能够跟这个生活打成一片，这一切随时随地都能用得上，啊，只能用得上其中很浅的一部分，啊，一切有为化如梦幻泡影，你看到这个如梦如幻呐、啊。啊，当然这个也很对于很多人就够了，啊，这一关他就没有破，啊，他对于一切有法，他就是津津有味，啊，但是就把你把这个破了，这不怎么样啊，啊，你就是看得如梦幻泡影，你顶多就是不作恶，做点善，啊，你还是不出这个六道啊，你怎么才能出六道啊？一般都是要处处啊，那断见思惑那很难呐、啊。所以他这个没有啊，这个所以这个方便不够啊，所以又要有方便，又要有理论，又要有实际，又有种种的圆满。所以就是说是，那就是无量寿经是圆满呐、啊。那这么圆满的一部大法，它又是很简单嘛。这个无量寿经并不很长啊，一本就完了，而且是。你念只要念六个字啊，这再简单没有了。那小孩就能念呐，所以很多小孩就念呐，啊，叫他念南无阿弥陀佛嘛，而且直截了当。啊，你念的是什么？就是你的自信呐。啊，你念佛，你就此时你在含烟殿呐。啊，直截了当啊，你就是本尊呐。啊，禅宗密宗都在里头了，这也是广大呀、啊，这直接啊，这个始觉是和本觉的，这直接啊，所以说珠子放光，全就照珠子本身的，多么直接啊，手电灯就照到外头去了，向外面去寻找，那自个儿是什么，就反而没照着，是吧？外头很亮，远处很亮。这就不一样了嘛，方便呐、啊，啊，这个是，啊，这个度生来说，啊，这个是，啊，都可以啊，最容易方格，简单的说，就是一个最便利的方法成为方便，这是通俗的说法，解释。究竟，方便的东西往往就是，有的时候方便出下流吧。但这个它是就近嘛，又方便又就近，彻底呀、啊，不是出下流，不但不是出下流，而且是就近啊，是最彻底的成就。所以对于这一部经这些赞叹之词啊，就是广大圆满、简易直接、方便就近，
第一稀有南方法宝，说这些话都是如实说的，不是这个就是感情的关系啊。这个夏老师啊，他我汇集了这个经，我就用一些美丽的词，这个词句来赞叹一番，那是不行的啊，我们等等。所以我们就是要用理智代替感情的，一切都不是感情出发呀。这个第一稀有南方八宝是谁呢？就是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净法。而在这个地方，我们就顶礼这个经啊，这个经题也是非常殊胜啊，是两部现成的经题凑在一块儿啊。大圣无量寿庄严，这是一部经，这是宋译最后翻译的。无量清净平等觉是汉朝翻译的名称，所以把宋译的名称搁在汉译的名称的前头，自然而然成了这么一个名称。成了这个名称之后，就说这是大圣的法，人法欲都有了，这个法是这个都广泛救度的，不是小圣啊。无量寿啊，这就是我们的本体，我们这个鼻祖，也就鼻祖的佛，这是人呐。庄严清净是法啊，大圣是欲啊，平等觉又是佛啊，所以这个意义，这个经题啊，讲起来可以很深呐 啊，这而且很自然，所以这一部经啊，就是我们这三十二半顶礼的对象。所以这个经是可以供的，可以礼拜的。我在日本，他们就当时我这个到处都看见那么妙法莲华经啊，所以有日很多日本人就念这个那么妙法莲华经啊，念经题都是有功德啊。所以这个地方拜这个经，说刚才拜了佛，拜十方佛，这个地方拜这个经。